咁嗱，可能有啲人就唔知咧。其實你點入行？好簡單咁講下故仔。哦，咁其實畢業嗰年啦，咁同家姐出街玩，咁佢啲朋友喺 agency 入做嘢，咁誒，不如有冇啲反正都冇嘢做，咁嚟試一試去玩，咁就入咗行啦。嗰陣其實你係都好想入呢行啊，定係我懷疑都係啊，咁試下啦，又得咗啊，咁咪做咯。咁你係咩心態㗎？嗰陣係，因為你嗰陣幾多歲啊？是的，即是两个人都有的，又想试一下，跟着还都是那又试一下，有机会的话要问你咯，那就接触到，那就咦做下去又觉得 OK， 即虽然当中都有它的酸甜苦辣，是的，都 OK 的。你算不算做在 modeling 来讲刚刚入行其实是很突出，是很幸运平步青云，即是那条路一开始我都感觉也算 OK 的，其实是自己的努力都要付出的，都天給你的東西我有了，因為我其實入行那陣都偏比較肥的，都還是 baby fat 的，那我很努力很努力去減肥，之後才開始有些成績咯，那這個努力是要付出咯。